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者中尊；皈依达摩，利益中尊；皈依正伽，自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摩地主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者中尊。皈依淡摩利益中尊，皈依正伽自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摩地主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者中尊，皈依淡摩利益中尊，皈依正伽自众中尊。开经前，咱恭恭敬敬的念三皈依。这是去年在斯里兰卡讲经，招生法师因去请，伊甲我讲，讲经发挥当中有情。无情的众生真多，有还未皈依的，伫这时阵拢总拢受三皈啊正受。这个建议非常的好，那所以呢，我就接受了。咱直接恭敬的进前，就等于是讲传授一拜。三皈啊，三皈是啊，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每天袂当发笑的功课。最简单的功课呢，就是讲透早拍一个三皈，暗时也拍一个三皈，这是最简单的早暗课。这个是以暗顿，这个真正。有啊，意义嘛，非常的好，啊，咱拢接受。现在请看《大经课注》第500页啊，500页第五行啊，第五行啊，第二句有涅槃经。文功名名为智慧，这是讲娱乐世界众生，每一个往生到娱乐世界的人，心有功名，定是有功名。啊，定就是头壳的有这个耳根，那身躯卖放光，光明对对来，是自性智慧内面透出来。啊，所以涅槃经里面讲，光明名为智慧，智慧甲光明是一，唔是二，智慧是体。光明是意气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它的现象。有大慧禅师，他也是说得很好，知意啊，知意主公宣妙法，
这是讲爱会记哩。平常讲的讲，就是自性本来有的智慧。换句话讲，一切诸佛如来、发心菩萨，因啊明心见性，无是无论是现什么款的心，伊所宣说、所实现的种种妙法，拢嘛是一个智慧。作为伊的离体，啊，伊的说法、伊的表演，拢嘛是伊的相，是伊的作用。这就是以此讲算妙法啦。是法呢，即是诸公明，而且还会做一个例。49年所说的一切法，拢嘛是诸性法界。你若问讲诸性法界伫倒位，伫大藏经就是即个摩尼佛头出来。那是讲咱的光明出现，就会当用释迦牟尼佛的经典来啊做印证。那是讲咱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甲佛经内底讲的是同款，那就是讲咱的光甲伊的光，咱的智慧甲伊的智慧。是一，不是二。那为什么呢？啊，人上经，慧能大师听到，全拢嘛明了。无尽藏比丘尼，上涅盘经。我在禅师上发花经，啊，慧能大师伫边啊听着，听完了后讲解互因听，这两个人拢开悟。啊，这是什么？诸性本来就有的法界智慧啊，对清净心内底流出来。但今仔日流出来是烦恼，啊，唔是智慧。啊，佛家发心菩萨，因流出来是智慧，唔是烦恼。诸性本来就有诶，证明佛的华严经上讲的话是正确的。华严上佛讲，一切众生，包括你我拢在内。该有如来智慧之相，这经典是如来智慧自性智慧啊！啊，如来就是自性，如来就是真心，量真心，量本性，智慧就流出来，甲佛拢同款呢。由此啊，咱就会通去体会到啊，佛经若看无，爱研究无。现在人爱啊，实在讲研究无路用，研究嘛袂响咧，还唔免研究咧。爱什么？只要去念，只要去读，恭恭敬敬去读，忽然有一天啊，自然就跳出来咯。也全部拢明辨了，迄就是古人咧讲呀，一义之见，本来就有呀，唔是对外口来啊，外口来需要学习，这唔是外来，不可能讲外口根本都无这物件，一切法不离自性。
诸行变现一切法，心我无法，法我无心。所以啊，只要你用真心，你就明白。麻烦的是，讲咱拢是用妄心，唔是真心啊。那就知影讲，为人大师用真心，真心是什么款呢？但见性，你们先要根据六尘经再来对，你看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伊无起心，无动念，无分别，无执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无用，无这物件，无妄心，无妄心。一个作用啊，就是真心，真心的一切通达。你无问伊唔知影，你心清净，什么嘛无？你问呀，随问随答，答出来是妙慧呀、啊，绝妙的智慧，无一项唔知影。跟你讲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有一定定功功夫的人听到，伊就大悟，就会大彻大悟。啊，无定功是袂用的啊。定功就爱甲差不多，甲伊啊相顶，又佫差一点点啊。伊就讲起来，你就突破了，你嘛听悟了。啊，这理论啊，甲方法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较重要？为什么每一个人想要求地，都、就是求未到？因为一世人拢也过是未去颠倒，就万一未向理论啊，唔知道方法啦、啊，用错心，用错方法啦、啊，所以这个。一心智慧都未开，啊！佛门的教学目的就是要教你开智慧，绝对也未注重讲德文。啊！佛家的注重的是一门亲力。恩师文修，读书清辩，积极自见，这是佛法主张。一定都爱你自见，一定都爱你大彻大悟，这修行读书的目的，无咧重基本一学，你讲你记个真多。念个真多真快真破，佛法无重视，佛法重视该定慧，应该得定，应定开慧。今仔日早起，定风师对台湾拍一电话给我，伊迄边有概率，现在啊已经是学了三礼拜了。一般讲这个习惯呢，已经都真熟了，非常的欢喜。啊，我祝福伊，伊问我讲大家好无？啊，有佛，那无对戒律来执观呢？是假，唔是真呢？释迦牟尼佛反对，反对业定。啊，赞成
尊师渐进，像读书同款，一定小学、中学、大学来尊师，这是对。也定呢，佛就无赞成咯。啊，经典内面有文，世尊有讲咯，佛祖啊，叫大家不得住，无生而修行，后而再行，恢复得住。这是经文啊，无生而修行，然后有再行，不无生能力。无生能力是学生，无法的基础是概论，无对概论来入手。不无承认讲你是个地主啊，那修改还是形式？形式是无重要。我伫初学分的时阵，老师就甲我讲：有法重实质，无伫重形式。那换一句讲，仪式有无拢袂要紧。比如讲，乞丐啊，老师甲我讲诶，不杀生这条界，你真正做到，对搁较水动物，你拢未去甲伤害，这条界你无修，但是你已经修咯。啊，佛地地是你讲你修咯，你并不伫出家人面前修戒，佛承认你修咯，你伫出家人迄边修戒，有自教，佛嘛未承认，这就是啊，佛重视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是做甚物路用呢？是表演呢，从舞台表演，哦一。我唔相信佛的人看，看讲有这么好规矩啊，啊，这么好的方式，伊啊动心，伊就想要学，是佛法招生的一种方法啦、啊。因为佛谦虚，唔敢请老师，所以佛不容易招生。就像就是讲，我有资格做你老师，不袂晓。拢是你家己来找伊啊，唔是去找你的。所以佛法是文来学，微文往家。这师道啊，老师甲学生谦虚，谦卑恭敬。老师伊家己先做教，伊若无做教，哪会当去教人呢？啊，招生呢，就哪像有一点仔夸张咯。我有能力教你啊，我比你较高明，你会当来我遮来学习，有一款意思伫个啊。有啦，未招生啊，啊，学生对对来。就和佛的老学生表演，做出好模样来，互人看啦，看到感动啊，这个是无歹啊，我来学习学习，来用这个方法来引导大家啊来学习的啊，无这个用啊，用明显的方法来招生啊。不未用这办法，啊，所以呢，为了理想生活，为了工作是教学，爱人家不，这个法就是在讲这个，是法，这是诸公明。自性本有，智慧透露。智慧透露是伫身体顶面，
真风光。咱一般人咧讲，诶，气色未歹啊。风采诸仙，连世间人嘛安尼赞叹。啊，佛家众菩萨，因呢三大类的烦恼拢断了。分别执着，那讲断习气都拢无啦。起心动念断了，不存了有习气。这些人是住十宝庄严土，啊，《大乘经》内面给人称呼是发心菩萨，有定地。就是讲，顶多有关节无同，有41个等级啦。这个41个等级就是伊啊，断掉啊，无死无明失去，要偌多，断较多地位啊，就较低落；断较少咧，地位就较悬。一共有41个阶级，啊，讲啊，顶讲咧，这是第41个阶级，大较上少，啊，以迄个上少的登去咯，伊就升级，伊毋是菩萨，伊升分咯，这称为啊妙觉，顶觉佫起去称妙觉，妙觉这是真正无上正定正觉。来由此知影，正定正觉啊，就是指这个41个位次。啊，对初住到定觉啊，这41个位次叫做正定正觉，妙觉叫做无上正定正觉。但阿罗汉甲辟支佛的是正觉，不是正定正觉。发心内底那是要正定正觉，才会上称发心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是无正着，啊，所以无伫这个内底。啊，伫这个内底，这是叫做真佛。虽然讲唔是究竟圆满，是真佛啦。啊，天台大师用六种的。这款的讲法啊，为咱解释佛的意思，叫六即佛。那第一个对啊理想来讲，理想是讲自性、法性。对理想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大家平等。对理想平等，拢是佛；对思想讲都无平等，思想有迷啊，有误，迷有千千无同，误嘛有千千的无同。那迷是凡夫，误呢，而且就是圣人啊，圣有小圣，有大圣。哇！一句话讲，小我阿难是小我，辟支佛也是小我。啊，观教菩萨虽然比修行有较悬，无见性，啊，无算大我。通常经常讲的三行，就是指是三种人：经文、严格和菩萨。啊，真正大彻大悟，这就叫发心菩萨，做诸以上啊。啊，伫思想来讲，因是平等。
在理想讲，因嘛是平等，唔过思想平等，也有失去。失去虽然无讲个大个障碍啊，伊啊只有一个障碍，障碍你袂当啊回归，像是讲。除这个障碍以外呢，以什么障碍都拢无了，所以智慧，一人上好心通妙用，个妙觉如来几乎是无差别。有能力分无量无边心。分身啊，真正有路用，不是无路用。分身去创什么呢？去十方世界，去降分。啊，每一尊佛世界拢嘛有伊啊。降佛是修福报啊。啊，降伏完了后呢，一定听佛讲经啊、说法啦、啊。啊，诸佛甲化身菩萨无就未讲经，无未说法。啊，讲经说法就是咧有智慧啊。你啊看，这里一个分身出去，福慧双修啊。啊，一天所修的福慧，真正都是无量无边。咱伫这个世界，修一百年，修一千年，修一万年，比袂过人伊一天。人伊一天修学，交给咱太多太多了。十方诸佛刹土，十部庄严土内面发生大事，大家拢嘛有这种的能力，有这种的神通。啊，修到这款境界，就是中国人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咱中国佛教，对佛教传到中国来，有两千年咯。两千年修行来到这个地步的人有偌多？啊，咱一般，我是估计大概是三千以上。都不得了了。非常可观啊。啊，这个宗门教下，连教、密教、成就的，所以呢，佛教传来中国来的成就，超过古早时阵的这个印度，啊，这来做无算净土，那这个净土包括入去呢，净土往生就成就，你到极乐世界都是啊，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啊，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修行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于心加持的。这得到真容易啊！啊，起作用效果绝对未输遐个啊明心见性的菩萨音。啊，因是靠自力，
念佛人是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有高智力也步不及，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太奇妙了。但其他法门咱若去修呢，这一生无可能会有成就。修这个法门，稳稳当当会当得到。啊！你才知影讲，诸佛菩萨一切作用变身说法，拢嘛是自性，不是光明对基础呀。所以讲是法啦，即是啊出光明，不离是光说出法。这个处是任何一法。不是只无一法，无论是倒一法，无一个不是自性光明啊所现的啊。一个给人心啊，这是讲上界基完成动基础的天人，有神功，有定功。神功啊，顶功是上功啊，无论伫什么时阵、伫什么场所，你拢会去看到这个上功。放功，放功是有放有不放的。放的时阵你会看到光，不放的时阵看袂到。上功就是一切时、一切处拢会看到。那这个上功，这是智慧成就，说明讲你的智慧是向外头去了，开悟啊，对，向外个透光明，啊，别安怎才会开悟？经对顶面讲啊，真好啊。精精兵丁对开悟，那你啊心清净，对开悟，兵丁就代替大悟。啊，后面这个角字呢，角都是代替大悟。以物力何有？这个佛啦，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来保护你，保庇你，我智慧殊胜。如来所证。究竟完完的不敌不输于敌不可轻敌大行功敌无定无伦最凶性敌世界啊较料这个五种敌都是专八性做行的五种地，八性行的四地，密宗国家加一个，就是这个啊，诸性本来有的法界智慧，啊，这个五地甲后面有详细说明。我闻成就一切智慧，啊，成就一切智慧是你
实体。你就无边辩才，这是起用，这是啊现象是起用。辩才无碍的相，作用是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辩才是指显卡演说。演是表演，做出来给你看了。啊，说是说明，法呢是一切法，一切法的理理无量无边，无穷无尽。你啊，菩萨的身躯会看会到，啊，这个本来免讲，这个看就明白咯。中下君的人是未用的，看了。还是未清楚，无看清楚，必须得甲说明。啊，愿呢是现身说法，说呢是用言语开导。啊，较差的老师确实就是安尼，是以演为主啊。比如讲，教红诶啊，这只有中国人知影。伊若一个出世，父母都爱教伊啊，安怎教，做出榜样互伊看。囡仔目睭闭开就会晓看，伊空徛起来伊就会晓听，伊已经咧学习了。父母伫家庭，尤其是大家庭，这囡仔父母伫咧，阿公阿嬷嘛伫咧，曾祖父母嘛伫咧，一看看伊父母。用什么方式对待伊的父母，就是伊阿公阿妈，伊就学会向你咯。将来伊就知影讲要安怎孝顺啦，家己父母，孝顺家己阿公阿妈，赞助父母，所以爱演呐。地主鬼唔是教囡仔念咩啊？囡仔不想念。也未晓讲话啊！我完全是父母出来的大人，伫囡仔面前言行举止都嘛是端正规矩，演给囡仔看，这叫做扎根的教育。扎根教育拢嘛靠演，演偌久？演三年。啊，所以古言语一句话咧讲，三岁看八十，你看三岁，这个一千工才落去滚，好个模样伊拢学会响，八十岁拢未改变。这种的教育，古世无相啊，外国找无诶。有中国才有，印度有，啊，中国古早人要两句话，伊讲住不教，人心歹了；啊，不济社会
软弱。后生查某囝，无这三年严格教育，也变歹，人心歹了。现在无人了解啊，所以做父母的人常常感叹讲。一路歹教啦，做老师的人摇头，学生歹教啊。咱咧做学生，做理论的时阵，毋捌听过这款话。伫厝内社会上，从来毋捌听讲过，什么一路歹教。学生歹教啦，也毋捌听讲过。系什么原因呢？迄个时代老人，拢嘛知影，拢有即款概念。毋管父母是毋是有读书，还是毋是捌字，伊拢知影通教囡仔。啊，教囡仔的这套的本事呢，世世代代老人传落来。啊，你有囡仔，要想看嘛？你细汉时阵，你爸母是安怎教你？你现在如何泡者就好了。啊，你若要改这个方式来教你，如来讲。出麻烦啊！你家己都要负责任吗？啊！中国这套方法用几千年，非常有效果。啊！今仔日咱把这个方法给淡掉。啊！伊出啊，这个外国人的方法。问题出来了，啊！国内研究讲，为什么外国人教个遮好，咱教袂好？咱学无成啊！无一个人会回头去想看咱老祖宗，大概是因为宣传的时间太久，老祖宗落伍咯。老祖宗对不着时代，老祖宗物件应当着转盘淘汰。现在人拢是一款观念，叫新观念。也毋过，现实的问题摆伫面前，会通解决，就头疼咯。对旧的物件怀疑啊，怀疑恶嘛恶未成，老祖宗物件是不准怀疑的，爱用真诚恭敬的心才学会着，无真诚恭敬心，这些孔子来教你拢无路用。你拢学袂着，啊！印光大师定咧讲，一分心境得到一分利益，十分的心境得到十分利益。现在人心境心都拢无咯，所以什么拢学袂着。啊！你问我，我是学一点皮毛尔。啊，不过这点皮毛在这时代真有受用，这感恩父母啊，所以还是时阵教阮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这个教育根深蒂固啊！本意啊，一点点福气啊，演员啊，所以这一生拄着三个老师。那讲无一点点的边缘，这个老师都无会丢。老师袂教你啊，老师伫学校，老师无咧教学生，我是亲近黄东美老师的时阵，才看到的。啊，这是当时的台湾著名的哲学大师，我该有哲学。哎呀，写一张批，写一篇文章给他看。目的呢是要想得到老师同意啊，我会当去学校去旁听伊的课程。伊迄种配合我，跟我领导见面，我就去领导拜访。阮无人介绍，无随主见。啊，见面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伊讲现在学校，六十二年前啊，先生无成先生。学生无成学生，你若讲要来学校来听课，你就会足失望个啊！伊啊，即几句话我听无啊，但是呢，我知伊个意思，伊无同意我去旁听，我的目的达未到。我真失望，真想讲学的机会拢无咯。啊，真侪年了后，我就恍然大悟，一定好好教书。伊家己讲诶，阮现在这个行业，教书是五人子弟啊，啊，唔是讲唔肯教，是学生无想要学，教都无路用，啊，所以一般我明了。就学读书是真用功，中学真用功，高中真用功，啊，入去大学就无用功咯。为什么？等你提文凭，你无想要去读书咯？啊，就说想要去博士学位，也会用功。在大多数就混文凭，老师若要阁教，是为了生活。伊无教出都无收入啊，伊生活问题啊。所以老师是为着重点费，学生是为着文凭，个人有个人的目的啊。老师考试，把题目拢甲学生讲，每只学生拢考甲真好，目的达到。啊，老师咧上课呐，欢喜，就会讲一下皮毛，无代志，甲大家讲讲笑话，啊，就下课咯。
啊，好啊，真正是学无物件，袂当去怪老师啊。学生心不在焉啊。我伫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咧甲我谈话，一定爱伫我心平气和。朴素的那个心态完全停止咯啊！伊这轻讲话，我呢要有一点啊心浮气躁这个模样，伊都未讲，伊陪你点点啊坐伫遐，有当时会坐一点外钟，一句都未讲。为什么呢？心浮气躁，讲话无路用。一边鱼啊，你去；一边鱼啊，出去了。你心不在焉啊，专心倾听，伊就会跟你讲。但学校老师呢，看学生无咧专心学习，煞去了，马虎了。像讲现在学校学生的老师评分，好下一学期搁要用这老师无？来看学生对老师的评分啦、啊，书都都无了，书都无了，教育都无了，教育那是无，社会敢袂乱呢？大自然间的变化，第一个因素也是众生的念头。众生念头善，啊，自然环境无将未善。今日这地球上的人心不善，自然环境也未善咯。佛经上这个道理讲啊真多，最近才乎量子力学家发现，念头会当改变物质环境，物质环境内面最大的是星球。科学家甲人讲，意念然后真正集中，伊的能量会当改变星球的。太空当中的运行的轨道，啊，这是最近科学家发现。佛经三千年前就讲得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教学一定要重视演，即刻摩尼佛啦，把上升道甲人表演，伊行动咧做榜样，互人看呀。伊所讲的全部拢做到了，啊，做袂到伊绝对袂讲。所以讲的话，才有人相信呐、啊。下面净雅说法，这是啊，修习完的话，言灵变了，言是辩论了啊，是明了，悟灵在卡。咱来讲口才，
讲辩才，果我啊辩才。这拢嘛是邻居所爱啊，有诸菩萨说法之地边，都、就是智慧辩才，因为主有爱地啊，归纳起来，未超出这个四大类，这个四大类称为有爱的。地边，还有称为树覆盖盖，或者树覆盖边，意思拢同款。头一个是花覆盖，花是要指什么呢？名古文。名是名词的名相，名词俗语，古呢讲为爱先古，这句有一个完整的意思。那六间句合作会说明一项代志的原委叫文，文就是一段。你看，一字、一句、一段，能转至教法，伊里面讲的意思，会当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体会到，这叫教法。啊，名之为法，啊，这叫法无碍。啊，灵转之教法，就是转，转有旧的意思，有足，有新的意思，有显卡，有言呀，言语。这个人真好讲话，说话讲得非常巧妙，真深，利用真浅显的句。让你了解，真复杂，也用真简单的句，让你听得真清楚。这种嘛是语言的显卡啦，语言的啊不该。所以叫做法不该。啊，这就是伫文字语言上啊，通达无障碍。第二个是义无碍，义呢是咧讲这理，第教法所传之义理而无敌。对于呢教法内对所讲的理，通达。明了无障碍，伊才会讲较清楚，讲较明白。啊，第三种俗无碍，啊，俗呢就是呢，今仔日讲的用理，用俗用啊真适当，有文学的修养，有各。地诸方之言辞同达自在啊！这个世界上有真侪国家文理语言都无同，伊拢会当同达无碍，这叫俗无碍。最后一个是傲刷无碍，傲是爱好，这里念哭声。我念乐，乐是快乐。这念傲，傲是傲好，
爱护，就是爱说法啊，爱教人啊。因为呢，这三种智呢，为众生后生自在，真爱教人。第这三种的布施叫做法布施。啊，而且教人绝对也是无啊不留，尽心尽力。作为副官突出，啊，我确确实实捌拄着有能力教人的人，伊只教一部分，家己阁留一寡，我爱教人，目的呢是惊别人超过。这个临法，临法将来得到无极的果报，这一生唔肯教人，教人唔肯尽心尽力，拢会得到无极的果报啊！业因果报，只好不送。啊，帮助别人都爱真正爽快，帮忙爱帮到对，爱尽心尽力，功德是圆满。啊，袂当尽心尽力，拢嘛是啊无耻的果报。但是呢，袂尽心尽力的人较侪。尽心尽力的人啊，一定是尽细心的精神，明察秋毫。伊想的怀民啊，民民周到。伊也看较深，看较远。眼前食什么苦头不要紧，后来一定会得到大的好处。啊，咱真想要成就一个人，中国传统学术、大乘佛法，啊，护家无人，伊就会绝灭，那就太可惜了。这是人类。无价无比的宝贝啊！会救家己，会救众生，啊，不能生团，那就偌可惜。所以，咱若拄到可能会生团的人，咱就来专心专力来帮助伊，成就伊。啊，唔是为着伊啊，是为了整个佛法，是为了整个民族文化成团，即内底。唔能去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唔通，爱考虑到国家的利害、民族的利害、整个人类的利害，咱会当尽一份的心力，这个代志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啊，做出最大的牺牲奉献。啊，希望讲有人给传落去，
啊，真正依法菩提心，发真诚心，啊，认真学习，啊，咱就会爱尽心尽力去协助伊。咱阁看下面，幽冥辩舞台，先有静立，即有盖之言说，名为辩舞台。就是辩才舞台，一个人民，这是讲。叫做世界人民，人民是往生到叫做世界阿品往生的，啊，阿品往生是啊，同基础的人民，中品往生的是方便土。啊，是大乘内面常讲的三圣人：声闻、缘觉、菩萨。无明心见性的菩萨，是方便土；明心见性的菩萨，是一宝土。这是故最下面的人民，由成就。一切智慧，成就一切智慧，都是发心菩萨。一个人民嘛是发心菩萨，不可思议，果得无边辩才，以数如来边宏愿发耀。阿弘扬演说发耀，发耀是挖呀。现在众生需要什么法，就讲什么法，就演什么法。啊，既然今仔日这世界，那么演什么法？哎，演。孝亲尊师，这是什么？这是君啊！现在这是君登去咯。人唔知道什么叫孝，唔知道什么叫敬，那这两字呐无咯。所以一切正法全部爱绝灭。为什么？正法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包括佛法。啊，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孝道。啊，中国文化对对来，对什么所在生出来呢？就是父子亲，父子亲爱里面。生出来，啊！今仔你把这物件背掉，滚背掉了，那积血啊，全部拢埋倒去，滚无咯。啊！今仔的社会，今仔的教育，全民教育。对红婴仔到老大人，拢总爱有孝，拢总爱有敬，
对啊，父母长辈有阮的人爱孝，对一般大众爱知敬。啊，一切来对根本来做起，我对来做起拢嘛是假。我那怎做，到后来拢得袂到结果啊！像咧种树啊，同款，这丛树啊，树栽无根，插咧土内底，几工、十几工就打死了。但怎培养嘛，培养袂出来。啊，也都要有中国老办法，去民间去找好处。啊，汉武帝制定的政策，古孝廉，哦，这地方的官员，把这件代志当作伊的政策来对第一条、第一项，伊也对国家。这都偌侪孝子，孝而且廉洁，为什么？孝伊就会尽忠，为人民尽忠；廉伊就袂贪污。啊，国家的公务人员，国级的领导。也做到这两字就会用，啊，这两字是因的君，啊，文化和教育的君是孝敬，啊，国家所用的这些人，因的君是孝廉，中国人讲的真简单呐，这两字。这个问题解决咯。咱现在目前啊，所迫切需要是教育，也是孝敬、孝廉，这些教育。哎，这个教育包括佛教，咱有净土。咱行门，是咱的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还有什么做标准呢？正业三好，这是咱的标准啦。正业三好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诛心不杀，修习善业。你看这四句会用你袂？这四句会当救社会袂？这四句会当救现在地球袂？啊，这是佛法的基础，这是佛法的根本。啊，人来孝养父母，会尊敬师长，咱的生命得自父母，知恩报恩；咱的慧命得自老师，对老师敢袂尊敬？我孝父母不敬老师，就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人，果报拢嘛伫地狱。人未给你处罚，鬼神未帮你耍。然后这种道理呀、啊。
啊，对家己有恩有义的人，唔知报答，颠倒有起心动念啊，来个伤害，这个大逆不道。现在最近行业聚会啊，对憨海老师的定义是杀阿罗汉啦，阿罗汉是老师。三父三母三阿罗汉，诸佛心现，佛佛合精，这叫五逆罪。五逆是无间地狱啊，破坏一个和谐的团体。这个真正修行的人，这个罪过是真重真重的啊。啊，所以咱看到鸿雁发耀，看到一句，因为发耀是什么都爱知影。啊，精忠学会当年成立的时阵，提出五科啊，五个科目，第一个是三福，最高的指导原则。三好，第二条，修持三规，护着众戒，不犯威仪。这条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修法。人若无修法，这书都乱咯。啊，现在无法，无规矩咯。这就是国家。一切主要赶紧来立法。古人咧讲，这一类宗教和社会走向有秩序、有条理、未混乱。你甲看卖，每一个朝代，咱咧读中国历史是断代史，一个代一个代，一代一代，每一代开国的。这个帝王政权掌握到了后，五年就颁布礼乐，国家就治理中央，颁布整个国家，大家人拢爱遵守。啊，这个秩序，社会啊都有秩序，就袂乱。满清末国这一百年来。无这一类宗教，以后人写历史，无礼乐的这个时代叫做乱世。在历史上，真有乱世。啊，太平的盛世呢？那是。礼乐完全启动，全国的人拢会当遵守，大项拢冇规矩，穿衫拢袂当穿错，整个机器社会自然共享，穿个衫都无够，人家看到知影，你是。这四种人来对来都是类，便有盈利。你好，对面受的这花，表身份地位就无同。便有盈利，而且都是有准备的。无同啊！地位低爱向地位高的大声行礼，所以啊叫将福
佛种叫种福，种就是讲伊受的这个花纹代表啊阶级。啊，最悬的方向啊，方向的三受的是灵灵袍，五鸟五鸟，你看五鸟那是方向清的，四鸟的是青王。啊，三鸟呢？还是八日，大概这个啊，皇孙第三代，这个从好这个看，你都知伊的身份。啊，色水嘛无同，啊，有紫色的，有蓝色的，有黄色的。诶，拢嘛是代表身份阶级，为乱穿诶。现在中国无咯，礼服是虾米呢？是一种，那是外国人同化咯。啊，咱用外国的礼服，就是外国人，就是中国较早讲的，不属于中国，引用中国的礼。对中国的雕工，受中国的保护，这是中国外围周边这些小国。那现在是一切对外国啊，受外国人的支配，受外国人的保护，完全用外国人的利益，这是中国立国以来唔捌有的，只有一摆。来以前动乱，也无受了外国的这个影响。现在完全受外国的影响咯，中国已经亡国了，有偌悲哀啊！你亡哪个亡？你坏哪帮？这是古代时阵读书的人最大的体力。你读什么书？现在无得读书，现在国书都无爱了，读外国书。该者现在外国人伊嘛是无法当应付啊。这种人社会在变地球，伊一点办法都无。因即卖来找中国主，伊嘛是中国主来对找点啊智慧，伊印度去找，咱啊一定爱等到外国发现中国嘅物件好，咱甲外国人学中国物件，安尼就这就是古早人所讲的礼信以救诸亚。中国人都无礼咯，去外国去。啊，外国那是无有中国这套物件，伊袂当解决问题，这是事实啦。我已经遮侪岁咯。我去参加国际上这活动，为什么？你把中国这好的物件讲给外国人听，不是为了别项，希望外国人能了解，外国人接受，外国人认真去做，然后中国人去跟他们学习。没办法啦，啊，前几天我哥甲澳大利亚同分巴一寡宗教领袖开一个会，
我用团巾。来呢，解答问题。啊，这也袂用呢。五月份，然后要有一抓，然后去私立人卡去，将近一个月。啊，这活动帮助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帮助伊升起信心，来做实验点。现在无做出实验是无人会相信。啊，澳洲即摆活动呢，是因确实在即个小城，我伫遐住十年咯。多伦巴即个小城，打造做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即好事啊！啊，今年有这机会，一定要讲宣布，我大家拢知影，拢去观摩，拢去学习，去考察。规模依然2006年，伫汤底做的规模搁较大。汤底做的居民啊，只有48000人。这个小城现在居民120000人，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0多种宗教，生活做伙，像兄弟姊妹同款，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说明讲无同个族群来做伙，会当做到，毋是做袂到的。啊，每一个人啊，无同个族群啊，无同个这个信用，拢看作是兄弟姊妹同款，互相尊重，无排斥，无批评。只有尊重团体啊，这个做好了，真有意义啊！然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去看卖，去学习吧。第一步咧，我搁再希望讲有国家来做，做。啊，世界上的示范国，马来西亚想要做，苏里南卡嘛想要做，苏里南卡会做一个佛教的示范国家，这国家完全是合法的。因为真好的这个基础，全民学佛，因学佛跟咱无同，咱是口头的学佛，我做到，因就是真正做到。大家佛教的文化，就是变作因的生活，这呀太难听了，咱拢无想到，我地球上要有这款的所在。佛教文化都是在生活，都是在这工作里啊，啊，那都是在住宿台里接物。
苏联人家的政治啊，是佛教的政治。是十善业道，六合敬，三项六道的政治，也不可思议。那么他无个帮助啊，这好的基础。阿玛那西亚慢慢的推动多元文化、多种族、多宗教，都还喜欢的一个国家。哇，感觉非常欣慰。啊，发药呢？今天的发药对全球来讲，就是董太宗所编的这个军书底药。啊，全世界的人都嘛应当来学习。我有调查问真侪人啊，也无发现反对的啊。啊，咱把这个英文的翻译本送给大家，大家拢欢喜。但有一寡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个，就是真实智慧啊。啊，拢嘛是感觉讲。得到呀，啊，伤过慢咯。那是讲十几年、十年前拄到偌好诶，感觉伤慢咯。世界上好心诶人士未少啊，无拄着方法啦，无团结起来，啊，拄着方法。团结起来，确实会把这个世界带向和平。咱阁看下面这关，34关，善谈发药关。咱看啊经文。善谈诸法必要，率经行道悟如众生，若不逆者不出境界。这是第16章最后一段。咱看注解，善谈诸法必要。来第34，善谈发药愿，必加必恶之意，言法门之亲恶呀。这个佛法里面讲的秘语。佛法里面是无秘密的，啊，秘密大概都蛮是好事，无可个人的。佛法内底是完全公开、完全透明，无丝毫隐瞒。但是呢，理甲事拢有真深、真深的。影响，所以佛把用比之理，比是亲密太亲了。啊，甲一般人讲，确实伊听无，伊是听无呀，伊无办法接受。所以佛的教学就会分等级，最高的等级，你讲这个。诸法必要，
啊，上中下均性都无讲这个问题。有秘密之意，言法门分密，也不是秘密，不以是人。难到什么程度，讲嘛讲不出。所谓不可思议啊，不可思就是你无办法去想，你想不出来，你想就错了。啊，讲未出来，所谓是言语道断，讲未出来，心行处灭，唔通想。你唔通讲，唔通想，好连着大悟了。你真明白咯？明白了安怎？明白了以后，讲未出来。嘛，无想象，又讲未出来，去明白，安怎才会明白呢？离开言语想象就明白了，所以是不起心嘛，就是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忽然大悟。啊，你若有起心动念，你就无了解。你有分别执着，你更加唔知啊！啊，譬如讲，咱咧讲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无本体，这个物件要对倒来咧？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是对什么所在来？伊总有一个体啊，啊，体有真有，啊，伫倒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根本都不离开伊啊！但是乐观也未着，因为伊毋是物质现象，安尼比较新也未着，伊毋是精神现象，毋是自然现象，所以心想嘛想未着，这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什么拢无想，什么拢无思，哎，伊就明白了。伊就看到了，啊，不得已就改讲一个冥想，叫做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的佛法了，这叫做成佛，又叫证到究竟圆满。啊，伊毋是心闭，嘛毋是秘密，啊，确实存在，留为一切法的本体。伊要加如法华文句，五法，法华文句，伊加大师所做的。对啊，《法华经》的注解成为文句，是来对讲：即是无念，本在佛心；阿无底加名为啊彼。世尊说法是在高尼。真正的几十多年，不搞这个，你的心胸从来唔捌讲嘅，为什么无讲呢？别人听无啊，讲也无录音，你甲伊讲，讲未清楚，伊疑问一个对着来问。总是怕怕三下问到底，问到底伊嘛听未明白，为什么听未明白？伊思想太乱，妄念太多，这个物件也是清净心才会明了。
你心未清净，啊，所以佛就卖讲哦，一生得到众劣万多过炫耀，要是重要，那安怎重要呢？啊，这是啊，一生发的得到。无阿弯呢？伊啊，中劣万多，就是中一切法，伊只要给伊抓到啊，一切法拢明白。啊，这个法是什么呢？啊，这个法就是见性，而明心见性，那你心不明。咱的心有障碍，因为障碍就看不着。但心不明，看不着心。我的教导，我确实是有方法的。这个方法来对，常常观念。啊，这种人就是用中央观念是什么观观念？妄念照，烦恼照，啊，如照如好啊！但讲啊，心单纯。这种人容易接受啊，这物件啦，照的佛法叫定功，愈照定功就愈深，会当到达八地菩萨，伊就全部明白咯。啊，佛只要讲一两句话，啊，伊就拢明白了。这是啊，真的也不是假的。宇宙万物的奥秘，完全通达明了。这是啊，家己的本领，这都是自性本来有的智慧德相，不是对外靠来的。啊，佛跟咱讲，一切众生，大家拢嘛有，哪个人有，众生有，当然高也嘛有，佛跟你讲。华严经上讲的，就把花草、山河、大地有，一粒土沙嘛有，一个门槛拢嘛有，啊，讲啊，真神奇啊！啊，佛讲的话，逐句拢嘛是实话，无一字一句是咧骗人。嘛，无一句话是夸张，大句啊，拢嘛是老实话。啊，等待分析的众生去证明。啊，今仔日尖端的科学家所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啊，要真多是科学家无办法去证实的。啊，所以诸法必要，
那祖国一来，问力不团。咱刷落来看下面，目之为弊，不无共无团。法华家乡说地高说，言欲以究，言语真简单，真必要。但是咧，你讲个非常圆满，就是像元首国师的王进圆满观，问你确实无罪啊。说你讲个非常圆满，这个称作是啊，这个称作要，因为色来问你不团，就是向来。四十多年来，佛无讲，这叫做比。发华经，发书品，发这个必要是什么呢？必要就是讲发华经，发华经，发书品，发书经是祝福的。必要之种，不可分布蒙受有人。这也不是秘密，因为太深，一般人都看无，啊，是听不明白。但什么款人才会当通达？这首偈，阿含的教学，皇帝的教学，或者教学，不啦，这三类的这教学，总共用去四十多年的时间，啊，四十二年。那有这个四十二年的基础，就会当学法华；无四十二年的基础，法华经你学袂响。这个经后来祖师大德来判作一行观。教啊，来一生的原教，这个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来对，只有三部。第一部华严，第二部法华，第三部梵梦，梵梦部传来中国来，这三部大经。两部传来中国，啊！不过后来能够发现必要来对也有必要，那什么《无量寿经》啊？因为华严、法华到最后安那成就，拢嘛是念佛往生。净土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这是必要啊！找到必要，咱就一步就到了。今天的普天下佛海有办法了，有啊，什么办法？君师弟要佛海天下，而且作为教的啊，今天有卫星的电视台，有网际网络，
每一个卫星的电视台，每一个网际网络里面，都有一个频道来个宣扬。我相信，只要一年，天下太平，人民我们回归到盛世啊，太平盛世，幸福美满，不是做不到的。这样好的工具，唔通甲伊用错，唔通想讲人人拢是歹人。那像现在拢真爱去看杀毒阴谋，即系正经的影片无人看，无人要收看。电视台播放这个啊，无人看，伊对了钱啊，伊惊这个啊。这个观念错了。啊，咱这几年的钢筋，有卫星电视，那么不怕广告，咱呐不去跟人发言，那只是在咱的钢筋的当中，怕着。这个电视台的银行的存款的号码，啊，都有人看到就寄钱来给咱，这个钱都要维持啊。可见呢，收看这个节目的人也够未少，因为呢，捐款数目也无真大，有几块银的，十几块、二十块。啊，全世界人啊，就醉了，所以有够开销啊！去年维持到今年是第十一年了，啊，网络开销就更加水了，所以啊，伊就无困难啦、啊。但是这国家政府来做，去年已故啊。用真少钱就会甲人教会好，只要培养几个老师，伊那里军事地也重要。无论倒一个行业的人，拢嘛会介意啊？为什么？拢总会得到利益。这里面就是最高的智慧，最极先开方法，就是呢叫管理学，以管理家己的身体来做起，管好咱的身心，管好咱的家庭，管好你的事业，管好你的国家，管好这个地球，智慧方法经验拢在这本书内底。这本书是中国四库治道的精华啦，你看叫治药，治药的精华啊，并且需要就是这部都有够了，董太宗给咱准备好的大同形势，就是这个物件指导成就的啊，咱既然做整个地球的。变作大同盛世，这大家弘扬啊！运动来开这个啊，频道，啊，国家无办，咱的民间嘛会当去办。咱找一款老师专门来学习，用十年的时间，大家拢嘛变作世界第一流的专家。这部书的来源啊，是对65种
经世子里面提炼出来，啊，有六十五个人，每个人专攻一项，都有一部我的军书地啊。啊，这个军书地啊，大家去讲，人民拢听有咯，拢听明白，真无过来咯。啊，各行各业的人拢嘛，捌拢明白咯。哎，无讲咯，都全部拢一样。啊，所以全球的大同盛世，这个提出无困难啦、啊。正像董太宗讲的啊，佛祖会救全世界。伊讲的这个话，我相信。现在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点。